是开自排，达到60就已经有点吃力了。你看手还能随随便便到80，踩刹车就好，不踩离合器。好了，走了，你都打手弯了，充电器，加油！啊，走了，加油！好，慢下来，好，这里闪灯，这里右弯，走了，直走，踩离合器啊！好嘞，赶快发动，好，快一档，好，走了。加一点油，你又来了，不可以这样做啦，那走，手排车就是不能这样做，你又来了，不可以这样做，好，走了，来，赶快走，不然会撞上，喂，继续，好，换那个档，把离合器换，好，松离合器，加速。